国际焦点看到这个画面真的非常惊人。阿根廷首都海岸边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屋，因为地基不稳陷落海中，过程全部都被民众给拍了下来。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海浪不断拍打建筑物下方的地基，几乎都是被掏空的，看起来非常危险。而之后整栋房屋缓慢倾斜，伴随着一声巨响冒出大量烟雾，整栋房就这样垮掉 跌进了大西洋海中。那么吓得正在附近拍摄的居民连忙倒退好几步，所幸当时屋主和家人都不在屋内，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